OK， 我们去看一看，我们去看看 ，Let's go。啊，这个小朋友们有这个拦路抢劫的哈，看小朋友们拦路抢劫。小个心呐、啊，来看看小个心，小个心的帽子好漂亮啊！小个心的帽子好漂亮啊！来，我们看看小个心。这两个小姑娘哈，拿了一条绳子哈，这是不是拦路抢劫了？这个，我们在这过路的话要收钱的这个，他们不好意思了这个，有小朋友还是不好意思啊，很多小朋友的话，拿条绳子，然后有很多人在这过路的话，我们要收点费用哈，这是小朋友的节日哈。我们简称打节日哈，今天是简称一个打节日，啊，小朋友们今天非常开心哈，可以有好多的这个收入了，那我们看一下啊，看一下，小花，哦，拦住一个了。其实，在加德满都今天有非常多的小朋友在拦路哈，你过一段，大概走个几百米。几十米就有那个人拦着啊，拦着然后就收钱了。这个拿了一本有点多，他要他换点零钱，但是小朋友找不开。哦，这个人看见这里拦路打劫，他掉头了，这人。啊，给钱了。Very good。哦，这又来人了，这个看小朋友拦不拦哈。看那小朋友们，这两个小朋友还是有点害羞啊。不像其他的那个过路的，还有那个车子都拦。又来车子了，哦，这个车子拦不住，这个车子，这眼神对的我，哦，这个拦了20卢比应该是，哎呀，这个小朋友，收入大大的哟啊。收入当当的有哈。今天小朋友我觉得特别幸福啊。Hello。Hello。What's your name? My name is Asatakun。Asata。Asatagur， OK， 这个女孩子像印度人，那个女孩子像中国人，那个女孩子 Asatagur， 啊，他们在分钱啊。Asatagur， 小花，When was your childhood？ 小花 ，When was your childhood？ You do same。Same， 一个 word do。You family in the way。Very good。我刚才问他小花，我说小花，你小时候你是不是也做一样的？他说是的。小花也以前也是拦路打劫的啊。小花小时候也是这样拦路打劫的啊。这特别幸福的。小花。One day make money, how many money?
one day. 不知道一个人给一150。一个人给5卢比，还有10卢比，10卢比，20卢比。OK。啊，基本上每个人都会给哈，每个人都会给，因为这是这边的传统节日。这个小朋友好像是中国人，这小朋友好白呀，这你们小朋友。他们每年都有一个，每年都有一次啊，哦。啊，又来了，走了。这小朋友好像中国人，这个。好的，那么今天就先分享到这了哈。这个小朋友特别开心哈，我们也认识一下尼泊尔的这个传统文化，打节日。我们下次再见啊，小花，再见，下个星再见。